随着灵动胶囊、实况窗、原子岛、流体云的陆续上线，回头来看这个面世三年的灵动岛，不论当时种种争议，如今类似灵动岛的设计已然成为了各手机厂商 UI 设计的新范式。那它会像全面屏手势一样留在屏幕上，还是最后像 Touch Bar 一般消失在迭代的历史之中？特别是三年之期已到，苹果还会再大幅更改模具吗？灵动岛将何去何从？灵动岛究竟算不算创新呢？从内容上看，灵动岛就是实时活动。按照苹果的定义，实时活动是将原本频繁更新内容和状态的通知升级为一种更灵活的，可以让用户在几小时内掌握事件、活动或任务更新的特殊通知。所以想要通知升格为实时活动，其需要满足有个明确的开始和结束，过程中又有着重要的信息更新。包括苹果自己，很多系统级的通知其实不满足这样的条件，但也用灵动岛来通知。所以综合来看，灵动岛整合了实时活动和一部分系统通知，其内容本质还是通知的改进。形式上则是最值得称赞的地方，也是苹果软硬结合理念的体现。灵动岛的形态不管怎么变化，所有的边界都尽可能与原生感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屏幕边框保持相切或平行，并且不使用标志性的高斯模糊，选择黑底来隐去上述组件的存在，通过各元素构件紧贴来模糊物理边界，营造无边泳池的意象。至此，回顾过去的设计，灵动岛的设计语言其实是完全沿用了 Touch Bar 的理念，可以说灵动岛是个更抽象的 Touch Bar。 从看到14 Pro 全面屏 iPhone 的边框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而15系列、16系列苹果缩窄了 Pro 版本的屏幕边框，灵动岛的尺寸和边框的宽度是需要相互协调，现在过窄的边框使得灵动岛在不显示内容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黑洞。单单从观感上来说，15 Pro、16 Pro 上的灵动岛就远没有标准版来的和谐。如果今年苹果大改屏幕的模具，那灵动岛会缩小吗？然而尴尬的是，灵动岛作为需要承载信息与交互的独特系统层，它有它最低的高度要求，要不然就会出现信息可读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在高度上它没有办法变得更矮，并且宽度也受制于原生感摄像头和前摄组件的大小。特别是灵动岛的前置相机组件为了和原生感摄像头高度契合，还留下了一个极粗的黑边。灵动岛在内容元素的设计原则之一就是不浪费空间，不管是紧凑视图或者扩展视图，苹果都希望开发者能够将各元素构建紧贴灵动岛的物理边界，以减少对交互界面不必要的入侵。配合上与原生感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屏幕边框保持相切或平行的边框，灵动岛一直在平衡实时活动、状态栏、内容三者的关系，既实现实时活动信息的传达，也保证状态栏和内容显示的完整。然而23年 Action Button 出现后，苹果更改了静音响铃切换的灵动岛形态，而这个 Action Button 是个高频操作，其动画显然已经是脱离了苹果设计灵动岛的规范。 Action Button 的触发拥有了一个纯粹为了区别其他灵动岛的大灵动岛，即便与原本就突出的 NFC 刷卡形态相比，这次没有任何元素有必须大到侵入交互界面的理由，也许仅仅只是配合 Action Button 的变化，但这也未必是件破坏原则的坏事。它为灵动岛脱离药丸和边框构成的桎梏提供了先例，将需要频繁更新内容的通知化简为一个持续提供信息更新的模块，并且可以显示在操作界面的最上层。实时活动作为 iOS 通知系统的补充其实是很有必要的。灵动岛如果继续改进的话，就应该与硬件解耦，就像 Action Button 动画带来的变化一样。同时，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还得兼容原先的机型，能够在各种框架约束下构建合理的设计，恰恰是能让人感到惊艳的地方。原生感摄像头组件移动到中间，摄像头组件则尽量缩小体积和黑边。此时灵动岛在不显示内容时，所呈现的药丸将完全与硬件形态解耦，它将比之前占据更小的面积，
隐私提示灯将使用一致的外边距，并且同心放置，获得一个更加和谐的位置。同时在诸如锁屏、录屏、倒计时等等大部分极简式的前端，也可以比原先占据更少的宽度。甚至在 AirPods 连接、AirDrop 传输等后端为环形进度的灵动岛形态时，可以嵌入前摄周围，最大程度减小对交互界面的入侵。黑石和无边泳池应该是大众最为熟知 iPhone 的两个意象。在 iPhone Pad 设计影片中，乔纳森说，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部全面屏的 iPhone， 它能让人完全沉浸其中，自己却真与无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对于无边泳池的终极追求最终还是在屏幕顶边留下了一个缺口。直至灵动岛的出现，其在呈现实时活动的某刻， iPhone 的正面变成纯粹信息水面，才使得现在的 iPhone 可以无限逼近黑石这个意象的完整形态。